Hello，欢迎来到 Dan Gaming。现在我玩的游戏是《彼得·沃登 Super Evil 究极数码进化》，那我们试试看好不好玩。好，前面要看故事了。哦，一滴滴，哎，有一个像苍蝇一样，苍蝇怪，啊，抓轮了。应该是 RPG 游戏，先按下面的战斗，然后开始。我们看怎样战斗法，是用卡呢？这样有没有卡？哦 RPG 啊，果然是 RPG。这个游戏是12岁以下玩的。那冰色的鸟，那贝壳兽，战斗。在战斗中，啊，就这样吗？对，它上面会转，注意看上面。它上面会，现在比较短。它上面战斗中，上面都是命嘛。行动，行动就行动。哎，赢了。召唤哪只？哦，开蛋了。那有什么新的？到时候新的 Digimon？ 那我在旋转。好了，出来了。啊，这张是最搞笑的。那只开大蛋。然后拉上来，然后移位，然后还分位置，总共有六个。然后开始赛，啊，就这样打来打去，然后战力提升，来看有没有特别的。然后再升级，升级好了，升级好了，可以返回。看冒险，来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。还有 experience。我要开升级，哎呦，红色点的提示，啊，升级好了，上阵，目前我的阵营，哎，这头上了，我可以 ，OK， 是马兽，这一头升级。我上去好了，出来了。
那这个应该叫卡大百科。我看到了生命、速度、攻击、后防、特攻、特防的效果，最终效果。这回先买一个，先到礼物。你到游戏的先到，看哪里？哦，拿到了，叫做风攻血石书。还有吗？普通上层。太，这个是要花钱。还有没活动？那个在你这么看，相当于不，还有也是要花钱。他就拿到了，来开始战斗了。开关要打什么？哦，四打四，后面那一只比较大只。哇，吃过三个同时进攻。哇，吃过打两个，同时进攻可以同时进攻，不错。还有免费送一百岁，神人，制造充值。OK， 我升级了，升级 OK， 好了，来继续冒险，开始吧。来了，然后后面一个 Mickey Mouse， 在第一家的后面。哦，我蛮伤害的，怪太软了，太小只，轻易过关。好了，没有力气了。对了，你去帮他吃东西了，不想玩的会捞菜的。来，我们看有群度提升，就像跟他角色的有群度。再换一次，开拿到什么宝贝？什么？那是冬瓜吗？那冬瓜兽，我们看一下拿到什么？是一样，这个拿到两个可以合起来了。一下我看可以带上场了。上场，阵营，玩家，阵营这样的，有群度也是可以提升一下，提升，OK，Hello。先战斗吧。开始 ，Go！ 它自动可以按自动，可以加倍了吗？速度，自动，哦，轻易过关。好看多一次，这是金蛋的金色的，拿到什么好宝贝？我好像继续玩具了，上阵，还上阵了，看多一次，上阵，
目前通过上学关才可以猜个第六位，五位也目前也够了，我要提升一下。三级再返回，我可以找一点这个最初效果和最终效果。好了，继续上阵，不干了。5-5。看了，我要输了吗？啊，也可以有机会。赢了，我拿到很多东西。哇，后面还有。那游戏，有其他人玩的，看，他老师看到，还有其他人玩。哦，是龙卷风是吗？他被龙卷风。哦，对，打到东西。摔着你。哦，他能取奖励。好，不然升级就这样，先玩到这边。这个游戏比较适合十二岁的幼儿。好了，就玩到这边，谢谢，看看，拜拜。